大家好，我介绍介绍啊，这是我那个嘛玩意儿，数学老师，武汉，对，武汉来的那么个徒弟是数学老师，对，就是没事人家在这儿待着还教课，来了有四个月了吧，对对，是吧？有了啊，有四个月，看到吗？这里的这些东西，一会儿叫我们拍视频的小鱼转一圈，所有的东西，我敢保证都是他自己做的。来的时候他基本来说，可以说就不会做活吧。嗯，你反正也不能说不会做，顶着光的一招撒一个。对，容易做坏的啊，一会儿裂。反正现在呢，这个大桌子，一会儿咱哪怕看看啊，这个大桌子是给你哥做的。对，给我哥做的啊，给他哥做的。做完之后呢，由武汉呢。因为他哥都在武汉，人自己拉走就行了。后边甭看四个多月还不走啊，还在这待着了啊。这个应该的，那一点问题都没有了。做活又快，应该反比原先强得多了。稍微论特别细，你把跟小鱼啊跟那小七他们还差点。但是活精的活多了，你看这是多少各式各样的圆凳子乱七八糟，就这个东西都多费劲能做出来。好家伙。好，你叫他说说做活的这过程吧，看看他这些东西，好吧？你要乐意介绍呢，自己哪块一个一个拿出来说说，都行，行吗？乐意介绍，就是，太多了，大概这么介绍，就是你看这里面好多东西是之前做的，之前做的也拍过视频了，然后这边最近做的就三个，这一个，这个还有这一个跟这个大桌子，对。然后最开始怎么呢？最开始就是想着我那时候就想着就跟我哥做个桌子，做我哥说弄个直腿的，这不好看，我弄个斜的，弄个斜的，一想到就是正好就是有这个斜的，它有抽屉嘛，所以就学做这个样式，底下这个样式。那其实这个没做完，就是上面还有那个挂笔的东西，我说还有那个挂笔的，我想我就学这个结构，所以上面就一根棍完事儿了啊，那就这样的，就学做这个结构的，把这个做完了之后，就相当于这个斜的抽屉就做明白嘛，做完之后，然后就是。后面就开始打个样，就做这个稍微做大一点，打个样，这个也是这个斜的抽屉，然后这个斜的抽屉打样，它主要你看跟这个它结构是一样的啊，因为想的，做这个抽屉想的就正好是个茶几，有人用，所以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多了一层，多了一层就有个板，但其实它就是为了这个打个样嘛，就做的有点糙啊，你看，还行，对吧？就做这个，对吧？然后最后这个做了之后，就做的比较快，最后就开始做这个。这个老费劲了，这个得师傅帮忙，这个拼大板，就是我这弄不了，师傅帮忙弄了啊，这个大板，然后其实也挺有讲究的，它是这个面它是三块板拼成了，然后对，因为主要是中间那块板宽嘛，中间那块板宽，然后师傅说就是要两边对称，就这边留这边跟这边呢留一样宽，这样就好看，对吧？这个细节的，师傅讲的。小鱼，把那几个地瓜看看这个面，对，看这个面是挑看，看这个面应该这个面不难看啊，这个面是挑看的。来看好，有拿机子再跟前好。对，看看这个，这个凳子不是啊，这凳子我做的啊，这跟他没关系啊。看这小面，看这小炕桌，这小盒，看看那个面的多漂亮，挺好看的，我觉得。对啊，这就弄不好就跟一块板儿算了。但是东航呢，这条抽屉应该也老硬啊，看老硬开了，看了吗？板板的没问题。这个对，这个就小活跟大活真不一样，这个大眼就特别难找，对，小眼就还行，大眼的话你找一半你就出汗了。没错，他找的时候还有我那个小史帮忙找的徒弟，他帮我找一边，我找了一，对，这个东西你在我们就有方式，就你也得做工作，对，你这个除了手招你没有招啊，所以说挺难找啊。这个应该还行，看这里的东西，你看这双子小架子。你看自己做的这个东西，将来反正他这些东西要自己将来，干工坊嘛的，上自己上来一摆。对，就这么打算的，到时候就对啊，外面啊，他就那么打算的，将来多做点东西呢，完了之后自己干工坊弄小架子，对吧？对，那视频在应该就是没问题，这小炕桌嘛的都行，对，是吧？这些东西你看看，这组成盘子，哎呦，没看做这玩意儿都多费劲了，好家伙，那个细活儿，哎呦我的天，你看。啊，这都是啊，说真的，他做这个东西啊，除了这个难子，我给比比差度是吧，剩下的我连手我都没动过，对，都是人家自己慢慢一点点的弄出来的，应该说真的
其实他经过这些活不少，你小棍儿啊，这些东西，说真的，你说这才几个月就做那么些活儿，嗯，赢对，别人再来背时间，不一定有我做的多呢。没错，没错。再说句良心话，他这硬干呐，你说这个，嗯，这个挺难的。对，这里就讲这个最难的是这个抽屉，这个抽屉都斜的，它是斜的，我们给拿。对啊，这边是斜的，对，抽屉是斜的，这个挺难，这个就是它是。这个是直的，这是直的，这个面是这么斜的，然后这个面是这么斜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抽其实对挺难做的。那离口还是这么斜的，嗯，对，你看那小这个还在燕尾笋，老漂亮了，燕尾笋的，对，就是很难拼。然后做的说起来，我做了好几遍，这个先做这一遍抽屉，再做这个，再做这个，就是大概做明白了，但是感觉你要做好。还得再讲究讲究，就这个面，这个面，因为磨的时候就最开始它是直的，太斜了。对，这个面没这个地方没做好的，对，这边后面就先切个斜角，然后再磨，可能后面这个就好做点了。对，这个地方真的。然后后面就是做完之后，就是不会装了，又遇到问题，因为这个它那个就是不太好装，后来就是哇，师傅帮我修的，就各种修，后来也长了不少知识，就不反正我自己也挺难的。师傅挺会修的，但是我也很会。这样应该还行，先说的多挺好。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上一块装的时候，这个视频咱有，对是吧？对，回来之后呢，咱这视频弄完之后呢，把这视频搁在后头。对，对吧？挺难的，这一个人没法弄。你比如说，你最开始把这个面做好之后，然后就找这四个腿，这个那个眼儿，这个眼儿就是你装这个眼儿，你得就是装进一遍，然后再卸下来。后来把这几根撑子之后，你要试一下这个撑子合不合适，对，又装一遍，又卸一遍，对，老费劲了。其实它主要是拆的变数太多，你要拆的变数少，你下回再做拆的变数就少了，因为它不好的地儿不是说不好的地儿，是装这个，会了，他又改别的，对，又装又改别的，回来装这个钢这个堵成帽子会了，他就做那种歇法，所以说天不天。就自己给自己找事儿。你要一个做好几样，就是后面比如你做多了，肯定是越做越精了。啊，对，你要现在他光做这个，来了这四个月光做这个，那保证炉火纯青了。对，这就不行，这你做完这个做那个，是吧？行吗？对，还行吧。这个给我哥做，我觉得那个颜色配的还可以了，颜色的颜色那个鼻梁子还能够红的，你说这玩意儿，我就喜欢白的配红的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然后这个对，还有这个把手，这个是这个拉手，这个、也是第一次做。我哥说要做一个，就是没有，就是这个没有拉手。这里头有个摊儿，一抠就抠了。对，这师傅教的，不然我也不会做。好，这后面觉得还行。好，看着还行。行吗？啊，对，挺好看。要不，这目前来说还有几个没来的。就是拍视频赶我们就这几个人，我们工坊现在就这几个人，反正大伙都在一块儿，我还不敢说别的，就说这工坊，我们这工坊的气氛那应该绝对是没问题。大伙儿你们要乐意说两句你们就说两句，反正大伙儿这是你这是从哪儿来的？中山。啊，从中山，这是家具那个产地呀、啊、你呢？南京。你我是郑州那边来的啊，那个河南，那家的是山东的，你呢？四川来的，四川来的，湖北的，你这湖北，你呢？河北，河北，这个是张家口。看我们现在目前这几个人，我们这几个人做活应该，将来一个都也有一个视频，他们来的时间短，才来了十来天是吧？是啊，才来十天这。这次应该是我们上海做工具那小豹子他这个外甥，这孩子做活应该也够级别。还有一个人，老豹，他不舒服，回去了。啊，他回去了。完、还有几个没来的，完应该我们这现在目前这几个人还行。好，行吧，跟大伙儿咱打个招呼。好，来。这家伙自己买木头在这做，就是给自家要给我哥哥做啊，给他哥做了一个就叫桌子，好像是。对，看到这个大面子就开始现在卸活，来，先那些你在这儿，人工一直回，我都不知道拿没拿啊，人工好，木工匠，行。
看哪个队哪个叫他指挥的，他取在那嘛，对，绑着帽子。接着刚好对我那个。